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祝福你今天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怎么样可以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当中呢？鼓励你要打开圣经，要读神的话，因为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神的话有启示，有光照，有提醒，有的时候也有指责，但是这些都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极大的祝福。这段时间我们读到圣经里面这个人物叫约瑟，约瑟是一个做梦的人，而那个梦上帝带着他一步一步去逐梦踏实，去经历神所应许的，在梦中所经历的这些是可以实现的。约瑟在埃及经过了很长的一段路程，经历了很多生命里面的一些试炼，以至于他成为埃及的宰相。现在爸爸知道了我那个宝贝的儿子约瑟没有死，而且在埃及做了宰相，那个父亲说罢了罢了，我要趁着我 还在我还没有死之前，我一定要到埃及去，我要去看看我的那个宝贝儿子，那个现在竟然做了埃及宰相的约瑟。当雅各一路起行的时候，雅各是个什么样的人？雅各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所以他恐怕有很多在他的生命当中过去的经历成为他判断一件事情的缘由。比如说当十个儿子跟他讲说弟弟没有死在埃及，他根本不信。为什么？他过去的经历觉得这十个不可信任。而后来哥哥们，就是这个约瑟的哥哥们跟他把事情讲清楚之后，他说好吧，我要去了。但是我相信以雅各的个性，心中仍然七上八下，直到圣经里面讲到他一路起行到了别示巴那里的时候，神再一次在梦中向他说话。神跟他讲说，我是神，我就是那一位神，我就是一路走来常常启示你带领你的那一位神。他说就是你父亲的神。他说你下埃及去，去，你放心的去。他说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去，主说了，事情就成就。我相信以雅各那种善疑，雅各那个对别人不信任，那个太聪明，你知道越聪明的人越不容易信任别人，傻傻的人别人说什么都相信，越聪明的人越会觉得不对，他这样讲是这样吗？是那样。但是以雅各这么聪明的人，他不是那么容易信任别人的，直到神说话。在他过去生命的经历里面知道神怎么说事情真的就怎么成就，所以当神跟他说你下埃及去，他的心定下来了。你也正在面对你生命当中的十字路口吗？愿主今天也对你说话，打开圣经来，主会对你的心说话，让你或向左或向右，心中有一个笃定，知道这是神带领我往前走的。祝福你笃定地领受神的启示。